需要进行新手引导吗？欢迎来到，首先让我们先熟悉一下游戏的请选择习惯的操作方式。滑动摇杆可以让英雄进行移动，干得漂亮，请跟随指示继续前进。前方出现了敌军，让我们点击切换按钮，点击攻击按钮可以攻击锁定的敌人。干得漂亮，让我们继续前进吧。前方出现了一群敌军，这点击加号可以将技能拖动到敌人密集的地方，松开手指就能完成技能的释放。击杀敌人获得的经验值可以提升英雄等级，前方出现了更多的敌军，使用技能来消灭他们吧。干得漂亮，先点击回城按钮，英雄会在吟唱一段时间后回到主基地。刚才消灭敌军获得了不让英雄身处基地，很好，现在让我们摧毁敌军的最终防御塔就能获得胜利。让小兵吸引塔的攻击，英雄便可以安全地攻击防御塔。恭喜您完成了新手引导。您现在可以随时和其他玩家进行对战，但在此之前推荐您完成终极引导，来提请选择一个英雄进行战斗。我很可怕，地狱之无有敌，神不知混沌神。这一次我们将进行一场真正的较量，点击聊天按钮可以和队友进行文字交流，进入商店可以购买英雄装备，将战斗小地图向下滑动就能将其放大，试着操作一下吧。点击关闭按钮可以将地图缩小，随着账号等级的提高可以解锁更多的召唤师。回到主基地可以购买生命药水和法力药水，在基地真视真眼可以在主基地购买，将其放。功能介绍到此，当英雄离开基地后，敌我双方将会开始出兵，战斗也随之打响。那么，请试着获得战斗的胜利吧。
first blood. Inshong被击杀。 我方英雄阵亡。